服从的代价。这么荒凉，这里找得到吃饭的地方吗？先别说这些，你们不觉得那座城堡很奇怪吗？你们看，那是在干什么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有什么仪式吧。晚上或许有什么中原祭也说不定。这么说一定有摊贩喽！我好想吃炒面哦。怎么可能会有炒面吃？你们四位是外地人吗？没错，我们的确是路过的旅客。哎，现在进行的是什么游行？这个是活祭品的最后告别仪式。活祭品？你们看到那座城堡了吧？住在那个城堡里的妖怪，每年都要我们镇上贡献一位活祭品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这种把戏现在不流行了吧？你们应该也看到了那座大炮了。他们能在一瞬间炸光这座村子里面所有的人，我们不得不听从他的命令。你们只要搬离这个地方不就好了吗？受限于水源，对吧？如果没有水源的话，你们根本无处可搬。这四面都是沙漠，水源也控制在他们的手上，再加上那只大炮，我们这座村子就像是被看不见的枷锁重重包围的牢狱啊。太可笑了，既然这样，就想办法消灭那个妖怪啊！花男。八戒，你怎么了？干什么？让开！快让开啊！让开！实在很抱歉，我不能再让你们继续前进。像这种毫无道理的蠢事，必须立刻停止。你谁啊？你这谁啊？不要闹了啊！快点，别闹了，快让开！快让开啊！我并不是不了解你们恐惧妖怪的心情，但是身为活祭品亲人的心情我更能深刻体会。可恶啊，你快让开，要不然的话。不然你们要怎么样？大家上呀。嘿，你到此为止，叫主事者出来。原来如此，你想表达的意思我完全了解。既然如此，我的回答是不。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。看起来就像是不战而败的丧家犬。理由是，萌花是自己愿意这么做的，我们并没有逼他。我很感谢你对他的关心，不过呢，我不能为了你一个人的想法，让村里所有人遭受到生命危险的威胁，请你谅解。我有义务保护全体村民的安全。老头，你不要太自以为是了。你们的想法跟做法根本就错了，只想保住自己的性命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人，真是太岂有此理了。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村民着想。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你说你要保护全体村民的生命安全，可是你却逼也是村民之一的他去送死。混蛋，不要说的好像你什么都懂似的好不好？我才是最痛苦的人，萌花她可是我的未婚妻，我才不想把她送去给妖怪。可是我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强了，身为人类根本打不过他们，所以我们也是为了生存不得已才这么做的。为了生存无法保护心爱的人向敌人摇着尾巴投降，这就是你生存的意义吗？
可恶！快住手啊！求求你们，不要再吵了！哎，八戒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一点都不像平常的你。八戒，你说话呀！吵死了，小猴子！你说什么？你是不会懂的，大人有时候也会有怎么样也说不出来的苦衷。苦衷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叫你闭嘴的意思。什么嘛，连你都这么说。不，悟空说的没错，一点都不像平常的我。他长得很像花男。花男是谁啊？那么你想怎么做啊？反正你现在一定在想什么好玩的计划吧，可别丢下我。还有我。哼，你们一定会很好玩的，相信我。萌花，我真的是，今晚好像比较冷，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不适合带着凶器。梦花小姐，我不想多说了，你快点逃吧。我不能走，我就算能逃也一定会出现其他的牺牲者。这一点你不用担心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所以我事先拟好作战计划了。你们并不是属于这个村子里的人，我更不能连累你们，而且我也有我自己的准备。别说这么见外的话，请你相信我们，我们的计划绝对比你一个人想的有用。可是你别看我们这个样子，我们其实还蛮厉害的。为什么要为了素不相识的我？这点事请你别介意，我只是爱多管闲事罢了。不可能只是这样而已。真是伤脑筋哎。很久以前我也曾经遇过相同的事，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力量，别说是救他了，我连阻止的能力都没有。竟然有这种事，对不起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，这只是我个人的自我满足，所以你不需要。不懂太过深奥的事，但是至少我了解一点。我知道你是特地来救我的，花男。对了，萌花小姐，请问一下你做菜的手艺好不好？还不错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坦白说，我们四个这几天都没吃什么东西，等事情结束之后，你准备一顿大餐请我们好吗？好啊，我很乐意。我要吃炒面。笨猴子，你出现就穿帮了啦！我真想杀了你。就是这样。我明白了。我绝不能让同样的错误一再重复。
来啦。喂，听说这次的祭品是个大美人哦。那又怎么样？又不是我们的玩具。哼，说的也是啊。嗯，那两个人想干嘛？怎么了？双肩披着金纹袈裟，额头有朱红印记，那家伙是玄奘三藏。我一直很期待这一刻，美丽的小姐。这么盛大的欢迎仪式啊，随便算一下，大概有100个吧。来得好，来得好！真受不了。来吧，小姐，让我好好看看你的可爱脸蛋。你好啊，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。不过，我觉得这种方式是见到你最快最直接的方法。难道你们一点惭愧的感觉都没有吗？他们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呢。就算他这么说也没用啊。反正一定打不过那些妖怪。这下糟了，如果妖怪不知道那四个人跟我们毫无关系的话。算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去好了。等一下。我也要展现一下男子的气概。太天真了，凭你这种功力也敢单枪匹马闯进来？那好吧，就让你见识一下本王的力量。厉害！这么刺激啊。嗯，接下来呢？武技，那座炮台就麻烦你负责破坏它，你的行动必须要保持隐秘，想办法尽可能不动声色地接近炮台。嘿，我就算不动声色也很显眼。三藏还有悟空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一次要麻烦你们当诱饵，当他们想请全力抓到三藏，就没有多余的心力跟时间对村子开炮了。真是的，这么随便的计划。哇，三藏，你打倒了几只啊？加上刚刚那只，18只。哈，我赢了，我打倒20只。哼，还有60只，不要太大意了。你也一样。这么碍眼的东西啊，还是早点毁掉的好啊。是吗？那可不行。你实在是太天真了，在外面闹得那么大，谁不知道一定是有人想趁机搞鬼。哼，真可惜啊，你犯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错误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不该一个人来对付本大爷的。哼，那就试试看。怎么了？已经不行了吗？我的肚子饿扁了，根本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小心我先杀了你，死猴子。王子，现在怎么办？你们两个先把前面那个村子给我轰了。走吧。别想逃。谁要逃了？混蛋。王子已经准备好了。很好，立刻开炮。你没事吧，长发大哥？你们怎么也来了？那还用说吗？我们也得好好证明一下自己还活着啊。
可恶，这可不是游戏，看我杀死你们这群人类。我说过凭你一个人是不可能的。笨蛋，你往哪里丢啊？啊！我警告过你了吗？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现在只剩下你那边了，八戒。怎么了？已经撑不住了啊？你应该听到了吧？什么？那是大炮被破坏的声音，还有村民们的欢呼声。统治这里的象征已经倒了，人们都站出来了，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而已。少啰嗦，看我宰了你。去死吧。没用的东西。我就是在等这一刻啊。这是最后一集。真的很谢谢你们，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们才好。现在想想，也许是我们以前太容易屈服了。现在发现还不算太迟，有时间反省的话，还不如好好想想靠自己站起来。看着你全身是伤还为我们战斗，我真的……不过你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。哪里，我也没想到妖怪会那么强。托你的福，我总算清醒了，现在我已经了解自己的命运必须靠自己来开创，还有还要靠自己的双手保护心爱的人。大姐姐，我真的快饿死了，我要吃饭。少丢人现眼，你这只笨猴子。我知道了，回到村子之后啊，我马上准备。太棒了，我要吃炒面，炒面，再加上炒猴脑，那就更对味了。你说什么？可恶的色河童！怎么样，想打架？要打就打，没办法。打呀，笨猴脑！不要再吵了。